古明媚的景致包罗了陆域、水域和空域的游程，总让人有意外的惊喜。东部有个水达人朋友说，要带我到纵谷的水风光找乐子。在最南端的卑南溪，刺激的泛舟旅行就要起航喽！这里是台东县鹿野乡的卑南溪泛舟游客中心，完成报到手续，依水域油气活动管理办法规定，泛舟前要向管理机关报备，并听取行前安全解说，对水域环境有进一步的认识。真是迫不及待想要下水耶，那泛舟前要做哪些准备呢？领取了安全装备后，救生员会示范救生衣和安全头盔的正确穿戴方法。泛舟要穿上附有哨子的救生衣，套上救生衣后拉上拉链，再扣好胸前的扣环。最重要的步骤呢，就是下方的带子要绕过胯下，扣住前方的扣环，并调整到适当长度。如果胯带没有扣紧啊，不小心落水的话，救生衣整个往上飘，离开身体就失去功能了。溪流泛舟也要戴上安全头盔，避免碰撞造成头部意外。检查头盔是否稳固，帽檐不会晃动，才能防止落水时松脱哦。不过夏天穿救生衣和头盔实在很热哎。哎呦，溪流泛舟的安全不能大意，直到泛舟结束前都不能卸下装备和解开扣环哦。除了救生装备，服装最好以防晒的长袖和长裤为主，软底布鞋或胶鞋、泛舟鞋可以预防刮伤。戴眼镜的游客可用运动眼镜带固定，以免掉落遗失。不过别为了防晒而以毛巾遮住口鼻，落水时容易造成呛水意外。手机、钱包啊等贵重物品也别带上船哦。装备穿戴好，就出发到溪畔准备泛舟吧。泛舟的起点在宝华桥，到终点鸾山桥，全长12公里，整段游程大约2个小时。河段有多处急流和巨石区，在下水之前啊，教练会在岸边教导我们泛舟技巧哦。这可是我第一次泛舟哎，心里好紧张哦，可要仔细听听教练传授的基本技巧。泛舟时，在泛舟艇踩跨坐姿势，但脚不能伸进泛舟艇边的手拉绳。途中也不可以站立及任意的更换座位。两边的人合力以桨叶正面向后划水，使船前进。左侧的人划桨，船身就能右转；反过来，船要左转，就由右侧的人划桨。嗯，大致掌握诀窍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就一起勇闯卑南溪喽！乘风破浪的感觉好刺激哦！哎呀，我看见前面有一段急流呢。刚才教练说过，急流河段不需要拼命划桨，这时收起船桨，拉紧舟绳，两腿夹紧泛舟艇，稳住重心，外侧的腿屈起来，以免撞到石头，并且使船头朝向激流，能避免打横。哇，那艘泛
舟艇的冲力太大了，重心不稳翻船了。别惊慌，你看，双手抓住救生衣，双肩下方往下拉，救生衣能让人浮起来，只要仰起头就可以浮出水面，正常呼吸，等待救援。跟随的救生艇在遇到有人落水时会尽速过来救援，救生员会先查看有没有人被盖在船下，把泛舟艇翻正后，并将落水的人带回泛舟艇。对，而且我注意到要救起落水者应该要拉救生衣的双肩，而不是拉人哦。好棒好玩啊，尤其啊越接近终点，急流河段越密集，可说是相当惊险刺激哦。没错，在泛舟艇享受水流溅起来的快感，实在是令人很难忘耶。泛舟之余也能欣赏卑南西美丽的风光，尤其沿岸的恶地地形、巨石等是这里的景观特色。抵达终点鸾山桥，往下游到出海口就是著名的立即恶地和小黄山，一边是大陆板块，一边是海洋板块，在卑南西啊就像跨在两个板块中间哦。哇哦，一趟泛舟下来真的很过瘾。在此啊还有一个贴心的叮咛，泛舟前不要喝含酒精的饮料，患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气喘、癫痫、孕妇都不适合泛舟。途中若发现身体不适，应立即向救生员反映。从事水域活动应遵守救生员指示，不要擅自脱队或单人单艘进行哦，也不要贸然下水游泳。每艘船要注意承载的人数限制，还有故意多人坐在同侧、故意翻船或在船间跳跃等行为都具有危险性哦。此外，救生衣的哨子是作为落水时求救使用，千万别任意吹哨子，以免干扰救援行动。同时，为了维护水域环境，请不要携带食物泛舟及乱丢垃圾。顺带提醒，泛舟游客全程都要穿着附有哨子的救生衣和安全头盔，否则将依法处以新台币5000元至25000元不等的罚锾哦。为了自身的安全，应该要切实遵守这些规定，才能玩得尽兴。泛舟结束换装后，再带你去体验鹿野附近的游憩景点，例如茶园、牧场、骑脚踏车。耶，花东纵谷的游程真是太精彩了。也别忘了珍惜纵谷的水风光，这里景色环境永远欢迎访客的到来。